我觉得你这样的姑娘应该也喜欢吃，所以我就给你买了草莓啊，草莓蛋糕，草莓马卡龙啊，那个店员还说了，草莓蛋糕要快一点，吃要不然化了就不好吃。或者你以后想吃什么，你给我列个单子，我就照着你单子去买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就想吃，那我去给你拿。 你干什么，东尼？草莓。啊？吃草莓。你是不是喝酒啊？看，我喝了整整一瓶的酒，厉害吗？ 谁让你？先不要说话，回答我一个 question。啊，我真的是你的第一个女朋友吗？是啊。安生，你是我的，童年别闹了。安生，你知不知道我好喜欢你？你知不知道你长得很可爱？啊？ 你怎么这么可爱，小猪猪？我喜欢你喜欢到一天恨不得25个小时都跟你在一起。我喜欢看你发脾气的样子。我喜欢看你认真的样子。我喜欢你，好喜欢你呀！别闹了，童年，别闹。 订盒饭，要帮你订一盒。不用。哦。那要不要帮大嫂订一盒呀？且睡着呢，不用了。哎哎哎，等会儿。订一个吧。没问题，老大辛苦了。<笑> 你妈妈这个身体呀，刚做完手术啊，经过要注意休息，多注意休息啊，多给你妈妈买点补品，啊，这样身体才能尽快恢复过来，啊，好吧？好。你们俩肚子是不是饿了？饿了，还好。 肯定是饿了，我这样我去厨房问问，您给他妈妈看看，晚上咱们吃点什么，好不好？那样不好吧，我和郑辉我们先走了。走走走走走走，不要客气啊，你再陪你妈妈再聊聊天，啊。好，我去看看啊。啊，那打扰了。哎呀，不客气。谢谢叔叔。嗯。 妈，没事儿，坐一会儿。打扰人家多不好啊！哎呀，都是自己人了。怎么样？
还没回电话，我现在给他那个朋友蓝莓打个电话，看他们俩是不是在一起。嗯嗯，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嗯，啊，喂，哎，蓝莓啊，是我呀，那个年年在你那儿吗？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一直给那个年年打电话，他都不接，我有点担心。哦，那个阿姨，你别担心啊。 他可能是信号不好，没听到。好，那谢谢你了啊。哎，再见。再给年年打，再打。谁呀？兔年的妈妈找不到他了，不会在你偶像那儿窝着呢吧？应该不会吧？难说，我打个电话问问。妈，这个真好吃。你也吃啊？多吃点。 你尝尝这个。蓝莓是谁啊？我哪知道？喂。喂，那个童颜在你那儿吗？他昨天晚上喝多了，现在还在睡觉呢。什么？他喝酒了？那个。 韩商言这儿呢，他现在就在我旁边。什么？你在他那儿睡觉？大姑娘的，你像话吗你？我困，我再睡一会儿。我给你马上给我回来，听见没有？喂。喂，那个阿姨，我是韩商言。他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在我这儿睡一会儿，然后我再带他回去。我会跟他一起回来，然后亲自向您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好，拜拜，阿姨。